今天是这些单机入住以后，第一次帮他们整理寝室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今天给他换上新的粗糠，就代替那个沙子吧，让他们做一下沙溢，你看他们很高兴的正在做沙溢，因为鸡仔呢，如果你没有适度给他做沙溢呢，他是不会健康。当然沙溢的方法有很多了，你可以用沙子啊，当然粗糠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要干燥的，这样才有办法达到杀菌的效果，然后后面这些自己孵育的这个小鸡仔呢，被挤到了墙角边，这也没办法，这个适者生存嘛，这个是他们的宿命。因为自己繁殖的鸡仔呢，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限制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只剩下一半而已，是不是能够顺利长大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只是尽力的，让它在一个自然的状态里面，养大，至于它能不能存活，这就是它的宿命了。OK，这是我们今天一大早，现在做打扫鸡舍的动作。